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，三点。干不然呢？今天要被吃多少钱？不是你在叫饮料，有点渴。干这个时间好像叫不到饮料，懒猫是懒，票他根本没有为我们王者那个饥饿着想，敢拿来的饮料啦？嘟嘟嘟嘟，干什么都没人修灯，我很远呢。嗯，懒猫死了。啊，懒猫怎么死的？自己在刷卡，刷卡下来一点点。哦，刷卡是在关灯的时候到的，因为关灯前有看到懒猫往右边会议室走。紫色先说一下，紫色一开始跟黑色一起走右边，进去之后下了那个右下五层室，灯关了，我直接冲出去，然后再从右边上面再绕进去一次。黑色没有在右下。你确定后面那段要讲那样吗？因为我手在右上角。嗯，我在右上角，我在右上，我确定我在右上角。我现在你在右下角要进五层室，第二次的五层室，那是第二次吗？因为第一次关灯前，我站在右上角火箭房，那边两个门都是关的，在关灯开灯之后，那边门完全没有开，所以我确定右边是没有人的。你可以怀疑我，不过我觉得一定是你。我可以怀疑，可以怀疑你，但是右边门是真的没有开，因为我已经走到我觉得可以直接上去确认啊，等一下可以直接上去确认，因为我进去的时候门是开的。啊，在那之前，我想问一下橘色跟拉克斯，你们在会议室干嘛？没看到司机吗？没有，我在解电线，刚进来解电线而已。那拉克斯咧？就解电线啊。那橘色咧？我刚就是第一次关灯的时候，我有看到 K 星，然后往右走，然后解任务完之后就拍桌。所以你们都是从左边进来，是不是？对，从左边进来。哦，好吧。都是从左边进来。那 UZ 危险。那我可以知道一下刚刚踩我的颜色吗？了解一下。怀疑红色，怀疑。红色，红色。好好好。幹真的是关的，里面的是开的。我们刚上来这边关，里面开，代表红色没有说谎。哎呦，干娘，这小偷很危险。因为里面开就代表说鬼没有再关一次门。看我这边性命有点重要啊，紫色。敢不会吧？危险九宫格，干！等一下，尸体是在 WiFi 房里面，然后我进来的时候，几乎所有人都到这个位置了。我过来的时候是从电房那边，然后往下走，然后是跟红色跟绿色一起。我第一轮狼坑黑色，为什么狼坑是我？以我的视角，我冲出去之后，我绕第一圈，代表你也是冲出来的，因为我绕第二圈进去，我没看到你。对啊，因为我去修电啊。所以可是照你的说法，这没来修炼嘛？晚上的时候砍了，你可能砍完他，然后往里面跑。Tommy，嘿，你是在哪？你在哪？我现在在哪吗？对对对，我现在在右下角啊。啊，那没事。我讲一下，我开场直奔那个右上角，确认一下红色上一轮的说辞。右上角外面的门是关的，但里面的那个火箭那边是开的，所以代表说鬼也没有关门。你们懂我意思吗？所以红色前一轮的证词是完全正确的。就在我那我说一下，我有没有可能是我在第二轮，我在门还没关的时候就冲进去了，因为我是直接跑两圈。你干嘛直冲跑两圈？不用做。因为我跟黑色一起进右下门，那个灯直接关，我觉得我可能会死，我就直接冲出去，然后我又再绕一圈回去。那你有修电吗？右边第二圈的时候根本没有人可以。那个右边不是白给位吗？上下都白给位吗？右边白给位啊，所以我绕第二圈回去啊。因为我认定他一定会走出来。先给你个好宝宝印章。谢啦。
这是坏宝宝。没关系。安全吧。我要跑了，安全吧，先不要跟着我。可是我又好像接任务。哎呦！我们要好好算一下。集合，确认一下身体健康检查。干娘，妈死一海票，我不要说优势也不管了。那这边只剩下红色跟青绿色是双狼了。不住了，他把 K 七倒掉了。橘色在我们这里。橘色，我们走过一段黄泉路。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是跟 Tommy 一起，然后后来走散了。没有没有，橘色，你只要盘在你的视野里，反正。我保红色嘛，要嘛绿色红色双狼，不然紫色蓝色双狼。那你想一下，我身为一个人有没有需要拍这个桌？我觉得红色比较坏，因为红色跟绿色都是一起走的，但是一起在我面前，我离开他死掉了，难道我因为保护不了他我要出去吗？那好像蛮合理的。那橘色你觉得红色比较坏，你认我是好人吗？我不能保证你是好人，因为我们前面有走一段，但是我不知道你是想要养好人还是想要刀我，但是。我不能确定，但我可以确定可以先票红色。没有，你确定可以先票红色，就是代表你认我是坏人了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我是在前面的正职，我是保了红色第一轮的正职去踩了紫色的。所以如果你这边觉得红色坏，你就要直接把我也打成双狼。这边还有双狼，你可以理解吧？可以。你可以想一下，我是一个狼，我需不需要在这边拍桌？如果你讲得出理由的话，我可以跟你一起票红色。他跟着 K 七一起 ，K 七死了。啊，我们其他人一起，那不出红色要出谁？红色你投谁？先出红吧，我觉得先出红很正常。然后，那胜利时感觉就是出红了、啊。可惜啊，可惜，没了吧？没了，没什么好聊的、啊。Tommy 说丢桌丢谁啊？他拍桌来。没有没有，我讲了，我这边拍桌，我说服不了他，我觉得就没了。橘色在晕哦，大哥也太爽了吧！就从来都不讲话，最后一轮讲说啊，就是盾牌，就是红色啦，然后就是盾牌就红色啊，没有错。